温暖疫情已经接近离开，今日新增加的440个本土确诊，韩国一个死亡确诊，也死亡确诊是96岁的女性，由慢性病史无足够新冠疫苗。指挥中心讲，虽然奥密克戎的整体强值是99.68%，不过老人家的风险显然就是比中壮年高高，特别是70岁以上的老人家，国所就呼吁亚洲人尽快去注意防晒。另外，苗栗县也按当日就有人确诊，因为就新增加的两个都在台陆卡地外测到的。本土的病例有442。那有一个死亡的个案，那境外移入136例。本土感染数今年比今年多，确诊数量创新高。初九新增加一个死亡个案，系90岁被破解600名。本身有高血压、帕金森氏症，了慢性疾病，初二发病，初四确诊过后，初七过身。今年无足够任何新冠预防啥，系今年本土疫情第二个死亡个案。住院之后，其实就有发现说有氧气比较低的状况，血氧浓度低于94%，也需要使用这个氧气鼻管，后来也升级到氧气面罩。那经过这个 X 光跟一些检查，后续他有发现说有并发这个细菌性的肺炎以及败血性的休克。苗栗人初九新增加两例本土案例，提防东减线，积极安排工作人员，杜主任爆出有确诊人士个个串通顺条，先给消毒。苗栗人个两例确诊是先前确诊谁来后生个阿妹，独下照顾二岁妹儿，韩国寄来儿有小妹确诊，另外的是前几年公布确诊82岁个600名，来儿才刚过后没系阳性。他确诊人士个位数，都已经完成清洁消毒。苗栗县政府未公布确诊谁来个案例，是年初五到初六都做完整一个位数。4月8日的下午4点到晚上8点，我们在围公医院呢做 PCR 采检站呢，总共采了323人，检验报告呢都是阴性。苗栗县卫生局提醒，老确诊人士个所在有1000多个民众。做得自家买家庭用的快器，然后到苗栗人公费家庭用快器取剂，煞去停电诊所挂号，本意是评估就做得了。第三步，注射疫苗，增加保护力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加码提供65岁以上的老人家注射风扇的鼓励措施，放长到5年30日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老人家无论是主体疾病，都做得了500元的预告片，呼吁老人家积极去注射风扇，将会有保护力。下加新闻，林百贵、钱明日综合报道。